欢迎观看 Spark 教学视频系列之全景摄影技巧。点击 App 右侧相机设置图标，在全景摄影中提供三种拍摄画幅：横幅、竖拍及180度。拍摄前可调整云台的初始角度，点击横幅拍摄，可以进行超广角、大场景拍摄。竖拍模式使照片更具有纵向延伸效果。180度拍摄模式让你获得超视野画面。拍摄完成后，点击右下角回放按钮 ，App 会自动生成照片。在全景文件中，可进行预览和下载照片。您还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图标进行实时分享。以上就是全景摄影拍摄技巧，感谢您的收看。